一年一度 San Marino Moto Classic 古董车展即将于6月11日在 Lindsay Park 举行，今年是第7届，有将近400辆罕见的古董车参展，属于南加州最大的车展之一，包括系列法拉利、爱快罗密欧、莲花，甚至还有蒸汽车。门票收入全数捐赠 Pasadena 人道组织、 San Marino 福伦社以及南加大的 Trojan Marching Band。 如果您有兴趣，联络电话6266437411 643-7411。